我不叫荷尔蒙装，我也请教了，请教玉珍，玉珍说，你问荷尔蒙装，我是医生，我荷尔蒙也不见清楚。当然你通接玉珍一大堆，你要找荷尔蒙专家有几个？嗯，哦，偏偏我们公司叫荷尔蒙师傅。对，我们是师傅。一些问，问到对长比较，我就跟我香港的朋友说：“哎，很抱歉，我受害了，我被骗了。”是是是，我也是这么对我的。我香港，你也是受害者。对，我也有。我香港的学生、医生、病人、同行、武术界太虚拳、跆拳道、黑带这些病，他说国师傅不是你的错。我们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，是懂英文就问到老外，问到那些出别家公司的，人家老外都想，没关系啊，一点点而已啊，多少多少三折啊，六啊，八啊，七啊，怎么安全的、啊？哎，星星说可以燎原啊，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对，没错。现在的肺炎在武汉。打一个喷嚏，整个人都怕死了。不要说，在美国打喷嚏，我都怕。没有啊，别说，不要说。现在就安全第一。没错。除非这个人说，我喜欢有动物的成分的荷尔蒙啊，喜欢啊，那就没有。你敢不敢跟你的朋友说？你别家，我不管你哪一家，你家有动物荷尔蒙，你介不介意？由他决定。OK。但就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要去伤害大陆的同胞，老实告诉他嘛。你今天被盗，因为微信太多，人家都问了。他说：“我相信国师傅啊，你有名气，我相信你。”OK， 他反而说：“未来的公司人人可能卖货、散货，这样我不相信啊。”打断一下，我绝对不会打总经理啊，问你的什么，我相信啊。大家就可以想我的名气有多大。对，我在香港就有余力，我从来不骗人。是 ，OK， 我是修行人，我说的话我负责任。是，我要我的地址健康，我不在乎赚钱。是，我要你健康用产品啊。对，为什么要你怎么慢性中毒呢？对，是。我还告诉你，美国跟大陆文化就差异太大。美国啊，叫我们洛杉矶现在这个地方，大麻就合法，你听说过吗？是，没错，对啊，这个真的是伤脑筋。哎。大陆的同胞，拜托你来洛杉矶，你千万别买什么大麻饮料、大麻糖、大麻的一些吃的东西啊，回去大陆，被抓，坐死牢啊！是，这个行动你就觉得还不知道什么事来的 ，OK？ 洛杉矶是合法的，是 OK？ 明白我意思吗？大家都公认了，我们就洛杉矶人了 ，OK？ 是。那么，请问动物荷尔蒙？在你的 SCA 里面安不安全，你自己就评估啊。你问我，我就不会用。拜佛拜修道，打坐 yoga 一些健康，尤其是犹太人绝对不会用，90%就不会用。OK， 会用的人因为受骗啊，对，不懂啊，不知道，对，不知道就半年没什么，半年就用就没有效，到要起初等到一年一两年了怎么样啊？糟糕了。回不去，请问你不要等一两年还告诉你的朋友啊、我也不知道、他已经这样说，他发生什么事你要负责。那趁早，因为你现在来做我们公司，大陆的仿冒的不安全，我就要跟你提供一些资料。OK， 现在公开的，你们 YouTube 可以看到，对，直播也可以看到。你有种啊，就讲这微辣，就写英文微辣，就大陆就看公司的律师告不告你，我不知道啊。一定。大家 ，OK， 你喜欢用有动物荷尔蒙成分的、那你事情安保了 ，OK， 自求多福了，这个与我无关。